由花莲市民生社区主权社区还有北滨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的花莲县福利化社区小旗舰计划社福市集还有成果发表会，18号上午在花莲市日出香榭大道，由三个社区带来静态成果展和动态的团队表演，期盼透过活动，里和里之间相互合作成长，也打造社区不同的亮点和特色。每个社区都有着各种样貌，由资深里长带领其他里长，透过不同活动的组织和运作，让每个人在社区都能幸福生活。由花莲市民生社区、主权社区和北滨社区发展协会联合举办的花莲县福利化社区小旗舰计划，打造社区安全网，共创福利生活圈。社福市集暨成果发表会，18日上午在日出香榭大道热闹开幕。非常感谢所有的参与这次的启航的一个小旗舰哈，社福的一个咱的一个进行哈，咱的包括咱参加舞蹈的啦、歌唱的啦，这个国乐啦哈，咱我嘛是国乐班的对，谢谢长官啦哈，感谢长官的莅临啦哈，长官鼓励的。恁的支持较鼓励吼，咱有今日社区吼，到汉尼好的成果吼来展示啦吼。每个社区呢就可以在这里成长跟进步吼，让各个社区有参与的社区呢就有一个这多元的展示吼，也就是让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展出吼各个的布展啦吼。也是我们的宗旨，就是让大家都有这机会呢，让这成长。三个社区各自带来静态成果展与动态团队表演，有将视障者导入社区的计划，也有结合长照据点，让银发长辈退休活到老学到老的故事咖啡馆，有老幼共学，有社区志工和小朋友体验学习食农教育，还有新住民女力的培育计划。以莅临生活动起来的方式，注入防灾关怀等课题，期盼打造每个社区亮点，成长进步，同时也鼓励更多民众加入社区营造行列。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